网络也看得到吧？要去现场。啊！要
定要去。没有上的都要去。可能都要去。要讲清楚，要我请假，这样赶快。应该会包车啊，因为有老师。自己去吃啊。叫号。全班都会报夜宵三。就是日校报还是报不？就是全部都报。不管你有没有上夜校，你都要报。不管你有没有上日校，都要报夜。他马上占名额啊。那你报了，你不要去就好了，反正没有夜校可以念。就是让人家觉得已经满了，不要去就是。感觉多的，就有些就是。那你们就会有那个。而且不一定每个都要都想一起。那就是占名额。好吧。那不是校车有没有？那早餐就吃那一些啊。对啊，
不会吃甜的。对啊，本来就甜的。对，还是甜的。没有。大概没什么杯子吧。有。大家会考。对啊，他们会考的呀。你这个位置啊，都不会坐的。本来就。黄色进来。要过来下来。可以的啦。Thank you.
黑管在哪儿？他有的学生缺，那你看你们。
说自己买自己喝，然后他可能是不好玩的，反正没好玩，而且我换一次，曾经一个月还没好，他要全换，人家不给他换，人家补，人家补了给他，人家不要，他现在家框都好了，他那个大框都是。啊，那个框都好了，那框不便宜耶。啊？对啊。对啊，他那框好了，现在片还没有。他可能另外买，他可以丢掉。对啊，那个就是，他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没办法退，不知道啊。他们蛮漂亮的，下边吗？是啊，他好像是上那个风景。我看他盒子啊，我不知道里面有。对啊，我看他是进货的。他那进货可能去他再找一找。他像我们这个找得到，找得到。对啊，他为什么找不到？对啊。不过那个女生那么生气，女的蛮生气的。啊，又要等一个月，还要等多久？每三天不回来，加了个包，他们要上万块。可是框啊，这框很破呀，对啊，你另外要定制化。会，那是我买便宜的。你刚刚去看那海贼，你看那个拼图海贼王多少钱？没有，有两千多了。老板，我有两千多。对啊，那定做的三千的，等于三倍呢，他妈五千多块。对啊，就那个要至少五六千以上，那要框哎，还要一万。花很多钱哦，他都喜欢。没有，那你还跟木工？哎，我们跟那个旁边那个木工跟他快一倍嘞。他多少？三百零三，小的三百三。我没有问他。这是大哥。我一直觉得他好像算错，我刚刚应该再算一次。600。对啊。大框。200多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一直是觉得，其实我也没有再算一次。对啊。哪有1200多？我一直在纳闷，可是我就没有。我一直回来一直想着想着算了，都已经出来了，没办法。我就觉得出，因为我本来拿1000嘛，我就快做了。他跟我讲后，我又抽了1000，因为我就已经疑问了，他又没有计算。没有，这个没有相关。他心算。哦，对。这个应该100多块。230啊。600多，这两个加起来都400块而已、啊。这两个加起来都400块。对啊，也不用1200啊。哦，11多啊，哦，11多。看大家好不好？是别的而已啦，我自己计算。我们是在说刚刚那个三千片的用量花不干。另外有一个女的，能看到吗？他不是有拿一个瓶拿一个？没有，他应该不错。我在想啊，他要换。哎呀、啊，他有在想啊，他不给他换，好像他好像缺片还是什么，我可以给他。他里面有一包小的。哎呀、啊，我们的如果少片呢、啊，跟他讲他有点，他会虽然你如果少一些对。它里面一定有那个，它一定有办法，它一定有办法，对呀，它里面应该有一张单子，
桃园站到了，通车站啊。
女车怎么办？好啊，你等一下要补票。卡了不？那我们要补票。啊。哇，我们要补票。对。因为他是半票。我本来今天来的时候呢，也想说叫你坐火车。可是我不是要用卡的。他想说你不好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本来是这样想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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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到这么快把中间靠边一步
Thank you.